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！恭喜恭喜恭喜你！哇哇哇哇哇哇！赶快讲！哇哇！演英雄联盟 TPA 得冠军，夺冠！气！你看哦，大家讲说，就是自从那个什么 Insanity 呢感动到哭之后。下一个，我们的英雄 ，Maggi 大哥讲的 ，Maggi 大哥迪迦迪迦。哎呦，以前呢，我们就是都会看球赛，然后都会在酒吧看。现在大家看在酒吧看什么？看 TBA。英雄联盟。讲一下这个这次感想。我都哭了。不是，你有没有看直播？有啊。然后呢？都哭了。那你先讲一下，你从那个。他们第一局，然后像就是有打就是打第一场输了之后，你有什么感想？先讲第一个。我跟你讲，逆转胜，热血，厉害。我们这次奖金有多少？你说说看。3000万。打电动，谁打电动？没有3000万。团队赚3000万。这边写爆回3000万。哦，3000万哦，对，台币啊，台币。打电动可以赚3000万台币啊。好了，反正我就觉得这次非常热血，因为。我没有看直播，但是我后来我就是点进去我们巴朗的电玩风的那些幕后，就是那个影片啊，然后就是有在采访他们在赛前的时候的一些感想，然后我就觉得说他们每个人其实蛮紧张的，感受得出来他们那种凝重很凝重的那种氛围。可是呢，就是结束之后呢，也有在看他们的赛后呢，他们就很轻松的、啊，然后跟媒体对谈啊，然后想说3000万要怎么花啊什么的，就觉得其实。这几个都是年纪轻的小孩。我看他们那个花的花法可能花不完，我觉得我好想帮忙哦。就是他们那个想说想要买电视啊，想要对啊，我好想帮忙哦。采访过他们吗？对啊。他们还没去比赛的时候，对啊。那时候感觉他们怎么样？就是他们在讲他们自己练习的过程啊什么的，应该没有。其实职业的那个职业电竞选手，大概其实生活大概都很规律啊。其实那个通啦，很辛苦啦，其实都一样啦。打电动的。小孩都是很单纯的，对啊，是啊，大家一定会开始看重这一个，跟家人在一起团聚就好了。你看，为国争光，心有戚戚。这个礼拜有那个小玉，就是他们有去这个直接去现场，现场。然后我们的特别企划呢，也做了一个特别企划要给大家，所以大家赶快热血一下。Yeah! 好，最后请你讲一句感言，感言就是简单一句。热血 ！Run！ 啊，等一下，大家如果想要这个，虽然2012快结束，都快过完了。对，快过完了。但是如果大家想要收藏，因为你看，收藏对，增值了耶。在2012是什么？台湾电竞元年。对，你就可以在这一刻画下一笔。在2012过了就没有，所以如果你们要的人，赶快来留言。我们就想看看，我们想看看他们有没有赠品来，凹他们跟他们凹赠品来送，好不好？然后或者做个特别项，再去访问他们一次。对啊，去问一下那个。好，我可以愿意去，我可以出外景，我愿意。好，那大家如果要奖品的话呢，要在上面留言哦。拜拜。拜拜。